家好，谢谢你认真的把我的这个丢这个纸模型的影片啊看完哦。那如果你想要制作的话呢，也请就你到这个 description box 以下的连接去查看。那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呢，要用很好的纸去做。像我呢，只用了普通的 160GSM 的白纸哦，所以第一次呢是失败的。OK。那我这个是做了两次才成功的纸模型，就算成功了，但它的这个纸也是有点太软了。里面呢，我留了一个洞来给我看，到底有没有卡到什么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赞订阅。哎，我好像抢到了 Doraemon 的台词哦，我们请 Doraemon 出来了好不好？ Doraemon 请点赞分享，然后别忘记订阅 YouTube， 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